Hello， 同学们，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心仪花。首先呢，在画面的前方加上一个小的石块，这个石块在刻画的时候用一个重色去勾勒出它的万轮廓，然后用一个干笔去皴擦出它内部的一个结构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调一点紫色，刻画出花瓣的一个造型，注意画面中的一个疏密的关系，然后用枝干去把整个的花卉给它穿插起来。为了完成画面呢，我们可以从画面中央呀加上一个小鸟，这个小鸟在刻画的时候注意它整个的一个动态，回头望的一种感觉要给它刻画出来，慢慢的去调整它画面中的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说尾羽以及它枝干的一个位置，在画面当中添加竹子和兰草，这样的话画面就完成了。